Hello， 大家好，我是包哥，我是小花哟。今天我们开的包哥这个老鸭车啊，也是好多年了。是啊，那个就让我坐的累死了。没有空调啊，没有空调啊，没有空调，这个小风扇啊，这风扇啊。还可以吗？还可以，这个小风扇给力。可以给力的啊。是这样的，关键是小燕子他想包哥开这个老鸭车把小燕子带出去玩。我要带出去玩呢，我们呢语言不通很烦。我想请你帮我做翻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或者到北京啊，或者到成都昆明去玩一下。包括如果那个如果在云南边界，在河口这边哈，你们去玩了，我可以跟你们去，然后呢帮你们呢翻译，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说要去北京啊，那太远了。我也没有多讲空啊。我想带小燕子到我们中国的北京首都去看一看，问他愿意不愿意去，你问他一下。没有了，我们现在有visa，我们想去。他说想去，现在是有签证了，就想去啊，去玩。他也他说也想去玩，对吧？去不成啊。你跟他语言不通，怎么去？对呀，他想去，我想不想带他。现在呢我们呢犹豫不决，现在这里是我们中国河口的火车站，对吧？包哥的老鸭车也开到这里了。小燕子又要说自驾游开我这个车，又要说乘火车，我现在呢语言不通，我呢没办法带他走啊。哎呀包哥，我觉得哈，你们语言不通了，醉了，你喊他吃个饭他都听不懂，喊他洗澡了他也听不懂。然后呢醉了只能坐火车，你觉得你这个车能坐吗？蚊子咬死我了，我告诉你。这个车是没问题，虽然这个车也十多年了，对吧？08年的车啊，现在要多少年了？08年的车哈，现在要17、18年了吧？17年了，是。17年的这个车到现在还没开坏，逃过我们中国的西藏去了3次，逃过我们中国的新疆去了2次，逃过我们中国的东北3省，哈尔滨、内蒙古、大草原，这个车都走过。包哥，你这个车现在多少钱呢？这个车卖不了多少钱，要去卖没人要，就是报废也是2500块钱。你那么有钱呢，你干嘛不重新买一个呢？我不希望，因为这个车开了17年了，对我有相当的感情啊，我不想给它弄掉，开了报废坏了再去换新车。你这打算一辈子都不换了？因为你也知道这个老鸭车，中国人啊拍视频啊，就是这种老鸭车啊，开开坏坏，停停修修补补，才有体裁啊。哦，好嘛，那以后不动了就给我哈。给你，你能开？你有中国的驾照吗？有，考一个就有了。考一个就有了。那你们他的签证办好了？小燕子签证办好了，在办，就是在办了，就是讲过2天要下来了，下来了呢，我想开了这个车叫你啊过来商量一下，还是小燕子开这种车子我们出去玩，还是乘火车？你问问小燕子是哪一种方案好，你问问他呢。嗯，好了，别走，哎，问你个山哪里走，还给哪里走？那个先来的，他说他想开这个车去。他喜欢开一个车子啊。
Em muốn đi xe này đi chơi đúng không? Xe này hỏng như này mà. Đi xe này nó thoải mái hơn, trong tàu nó đông khách đấy. Hả sư? Hả? Các chưa bị giao sư phụ. Nên cái hỏa chưa phá dẫn hay tôi là bố hậu à. À, yà, y bán là Trung Quốc 的风景啊都在路上。对。对，能看得看见。但是呢你又不做翻译又不想去，语言不通。我呢心想小燕子想去玩，你告诉他再等等等等。ông ơi bảo là một thời gian nữa đi chơi có được không? Em bảo không, bây giờ muốn đi xem Trung Quốc. Không, bây giờ muốn đi luôn, muốn xem Trung Quốc thế nào. À cô, cô yêu, hiện nay yêu chơi, xem hàng ngày thôi Trung Quốc 怎么样? À, 这样吧，现在和和看看，找个工作，然后帮他租个房子嘛。上次他非要和我一起住在我的出租屋。我讲不方便，你告诉他不方便。ông ấy bảo là bây giờ đi tìm việc cho em, xong là thuê một cái nhà cho em, có được không? Ở cùng ông thôi, bây giờ không muốn đi làm việc, đi chơi thôi. Hà Sơ, hắn hiện nay đang ở cùng chú, rồi sau đó, bán là, tức là tiên đi Trung Quốc xem xem, rồi quay lại làm việc.没什么看头的，就告诉他没看头。我空哥跟你交流。啊，没看头，没看头。现在要等到翻译找好，现在小慧又没时间帮我们一起走，对吧？我嘛空哥跟你交流，但是哎，上没得了，没得了，没得。要什么？他说现在想去啊。想去又整天用翻译去交流。去了，让我再想一下吧。这里把房子这里租好弄好再说。你告诉他。ông bảo là, bây giờ anh thì đi tìm nhà trước, xong là mới nói sau. Em được. Vâng, thế cũng được. Ta sợ nay người. 也行啊。也行。啊，也行，行，好吧。小燕子，我们从这里先河口看看，好吧？嗯。有什么？好的结果，然后再出去玩。我想在出去之前，想再回他老家一下。嗯。再征求他的父母意见。你告诉他。ông bảo là trước khi đi chơi thì muốn đi về quê em xem bố mẹ em như thế nào, có được không? Vâng, thế thì để ngày nào chú rảnh rồi đi. 他说那什么时候呢？你有空没再去？到他老家对吧？嗯。再过几天吧，好吧。啊，对，没后面。好吧。啊，这样。这样啊，小辉，你还有什么要说吗？我说。你在上海有三套房子，你能不能把一套卖了，然后买一个好的车，就五六万呢？你看呢，你这个车套，而且嘛，扔的风扇，扔的风扇，啊。哎呀，我在这里蹲了一点不舒服。这个车因为开了时间长了，叫老鸭车，开到这个中国的河口，停在那里啊，停了半年多都没有发动。今天正好小燕子过来，我想开车让她在我们中国的河口看一看，走一走，然后电瓶啊没电了，还好是用了这个自动发动了一个，对吧？你的车呢停在河口了，停一半年了，扔在那里，人家要都不要。啊，没人要，停在马路上风。然后呢，我跟你说，我们坐这个车哈，有点晕。有点晕啊，等换一辆好一点的，像房车一样。OK。对吧？好。上面能睡能弄。可以，包括。我同意，我同意当你们的翻译，你想去哪里都可以，但是呢，等你买到房子了，我们一起去，好吗？好，就这样决定了吧，我们天也晚了，然后就回家吧，好吧？好的。啊，我们就准备回去了，好吧？这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了。
好的，那回去了你也带小燕子找个房租，然后顺便给他找个工作吧。你先回越南了对吧？我要回越南去了。小燕子在中国，我再帮他找到地方住。那这两天他怎么住啊？然后这两天我开宾馆嘛，我房子先让他住也行啊。我以为他睡在地上，你睡在床上呢。没有。好了，废话也不多说，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感谢家人们对包哥的支持与关注，谢谢大家。拜拜，大家。拜拜，好。关注包哥，带你旅行不迷路。